老法师说，护法之间要合作，但我排除万难，努力为佛法做出了贡献，帮助许多人受益，时时受小人的批评，嫉嫌嫉妒障碍，心中不平甚矣。那么你要把你这个心中不平化解掉，你才真正把护法之间的合作做好了。如果还有心中愤愤不平呢，护法工作你没做好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劝你退出护法的这个圈子啊，因为知道什么呢？我不够资格护法，我连自己都没有护好，我怎么能护法啊？你退出，你不障碍这个道场，不障碍佛法，那就是真的护法。如果在这个里面的时候还有这么多是非人我的话了，你在这个里面是扰乱道场，这不是护法啊。我跟你讲的是真话，不是假话啊。好好的再修行，修到什么时候心平气和，你再回到佛门的做护法，那你就是真正好护法啊。那么你要晓得世间古今中外呀，连释迦牟尼佛那个当时的环境都有啊。我们在经书里看到记载呀，你善心，人家嫉妒、障碍，是批评、毁谤，甚至于陷害，多的是啊，佛都不能避免。六祖慧能在中国示现成佛，他所示现的成就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，是同样一个境界。尚且还要到猎人队里面去避难，避15年。我们今天出来的时候没有人障碍，但你是多大的福报啊！你的福报超过诸佛如来啊，万万倍都不止啊！你能做得到吗？你要想到这一点呢，我们心就平了。诸佛如来到世间都要受人批评，都要接受讽刺。佛已经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。慧能大师为了避免，只有躲避起来。所以你如果是受不了有这么多情形，可以躲起来，学慧能大师，好好的回去念佛。到几时的时候，你有能力承受别人毁谤我、侮辱我、陷害我，我听了之后、看到之后，我能够没有一点嗔恚心，而且还生感激的心，你可以出来护法了。不生嗔恚，怎么会生感激呢？感激是感激他消我业障。他回谤我，我听了这个回谤，自己好好想想有没有。有，我要改过。他说的对，没有，不怪他。大概是我过去世的业障。他今天这个现行在我面前，我的业障爆掉了，消掉了，我很欢喜，我很感激他。好像我们做学生嘛，我们的功课学到一个时期，他来考试嘛，考试我们通过及格了，我对老师感激。那您能到这个境界，行，那你就可以真正护法。
啊，如果受不了别人的批评，受不了羞辱，啊，受不了，甚至别人对你的陷害，你受不了，你赶快退出。啊，护法我常常讲，护法的功德在弘法之上。啊，在过去护法是哪些人呢？弘法退休出来当护法。啊，在古时候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应该当护法了。啊，要退休了。啊，事发里面在从前古时候啊70岁退休。啊，古人退休叫致仕。啊，致仕就是退休。啊，70岁。那么佛法也是一样啊，临终修行教学到70岁，70岁以后啊，退休当护法。啊，真有功夫啊！所以这个僧团里面呢，真的是六合敬呢，一团和睦啊！啊，护法的人本身做到。啊，那么现在护法的时候，几乎都不是修行弘法退休下来的，这就难怪了嘛。啊，所以佛法为什么会衰，为什么没有正法道场出现，这个你要晓得。那我们在道场无论是职员义工也要了解啊，今天佛法衰是有原因，我们要生悲悯之心呐、啊，真的要发大慈大悲啊，不要见怪任何一个人，啊，看到错误，首先想到我不能犯这个过失，啊，别人犯这个过失呢，你不必说，啊，我自己不犯过这个过失，久而久之他会改，啊，你比如说，他忍不住，啊。对我的时候发一顿脾气把我臭骂一顿，我洗耳恭听啊，他骂完之后我跟他深深问一份信，不必顶礼啊，深深问信，谢谢教诲，一句话不说，骂几次之后他就不好意思再骂了，这个人是个好人啊，你说我过失我通通接受，我改过啊，你以后看不到我这过失了啊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你是佛菩萨，问题就把我化解了吗？如果你们我不服气啊，我还要来辨别，越辩越黑，两个人仇恨越结越深，永远不能解化解啊，过人跟过人是这么样一回事情，在今天国际上，国家跟国家也是出在这里。啊，只要一方面明白了、觉悟了，有这个诚意，没有不能化解。啊，所以有些人问我，现在中东这个麻烦事情，哪一个人不希望和平？啊，以色列、黎巴嫩，啊，不是这个巴基斯坦，跟这个，伊拉克，啊，美国，激烈的这些冲突，打了这么多年，牺牲多少生命财产，让这么大的一个地区乃至全世界，人心不安，能不能化解？能呐。他来找我，我就有办法的化解，他不找我啊，只要有诚意啊，四方面你都去访问啊，把这些道理利害得失讲清楚讲明白，哪有不能化解的啊，不化解问题严重
为什么？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痛苦不是这一生，来生更痛苦。啊，所以这个嫉妒别人嫉妒我没问题，我不能嫉妒别人，我嫉妒别人就错了，啊，别人嫉妒我无所谓。